艳照风云啊，搞搞点钱随便干，新出无级别女衣服给打个广告，十万的无级别衣服，一百万的无级别衣服啊，这是一百万啊，因为十万的话只能买到一个国标防御单加垃圾属性的魔敏，非常牛逼，防御还非常高啊，一百万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衣服的极限属性，这个衣服的最极限属性的话，咱们是按加敏的算的还是加魔的算的？基本上只能算一个衣服的话，能容量25点防御啊，用262加25点防御287，再加上一个27，再乘以一个1.5啊，27乘以一个1.5，加上287，这个衣服综合属性可以达到327。如果风系用的话，魔力呢就当加法防；如果法系用的话啊，敏捷就当加速度啊。这个还是很酷的，这个衣服啊，一百万，老板牛逼。这无级别衣服真的酷啊，新鲜出炉，耐久度700，没鉴定这个无级别衣服之前啊，老板鉴定过什么成就？哦，老板基本上没有鉴定啊，基本上没有鉴定，鉴定的成就基本上特技类的一个都还没出，只有20件白板啊，鉴定的成就基本上双蓝字都没有，直接出了一个爆防御超高双加的无级别衣服，嗯，这衣服有点牛逼啊，我们搜索一下藏宝阁啊，参考一下，这不是托是什么？藏宝阁有个150的女衣，280的，也是魔敏双加，170万零1000啊，这个衣服的话失败了。然后厨房的话，双加确实没有咱们的高，防御在这靠熔炼，288的厨房，288的厨房啊。然后双加的话，19+29=48，咱们的衣服呢是262，但是没熔炼，双加53啊。所以说咱们的衣服熔炼以后呢，比它的酷，而且没有失败啊。它当然它这衣服摆的价格也不贵，16单月亮石70万，也就是去掉保时间和套装钱的话，大概是一个62万啊左右。